然后有专辑挑了五首歌来 remix 版本，对，就是为了演唱会做一个暖身，然后再就是工作幕后花絮的 DVD， 在韩国的幕后花絮，所以是有两张 CD， 两张 DVD， 对，所以叫做四 D 了。刚才有朋友很可爱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而且都几 D， 然后眼镜在哪里？一直找不到，是两张 CD， 两张 DVD 哦。”而且真的觉得非常开心，蔡依真的好棒哦。一般来说呢，我访问过的这个歌手清唱会跳完一首歌都是。可是他完全没有，马上就直接接受访问了、哦、真的太开心了。我们这一张奢华四 D 影音版本，大家是不是都有啊？是不是都有？好，另外呢，我们今天也提醒大家，等一下我们上台的朋友会拿到一张摸彩券。那因为之前呢，我们在这个预购的时候送的是白色的耳机，对，这次送黑色耳机。听说有两个，其中一个就是跟你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留下来了，用黑发，又用黑色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要送出去的。嗯，好，所以呢，今天说不定得奖的朋友就是你了。上台之后呢，索取摸彩券。那另外，明天我们会统一公布在就是在 Facebook 当中，在华纳唱片的国内部门的 Facebook 当中会公布得奖名单，所以现场歌迷朋友记得不要错过啦。还有啊，蔡依林在12月要开演唱会了，对，哎，你们会不会去看啊？我来问一下，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啊，你已经是算是一个特技高手了、哦、又有马鞍啊，又有这个瑜伽动作，这一次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要做些什么样子的感觉呢？这一次还在计划当中，但是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身体极限的。哇塞，你已经极限到你这头那个脚要缠到头像反过来是吧？还是怎样？好了，我相信大家想要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，对不对啊？现在能讲了吗？还不知道吗？今天已经开始了。哦，已经开卖了，在哪里买？在年代售票。年代售票系统。好，给他擦一下这个，好，拿着，好，谢谢。然后重点是呢，请大家要多多的支持蔡依林的奢华庆功影音版本。对，在12月24号、25号，我们也有小巨蛋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。谢谢蔡依林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九力。我们再次给蔡依林掌声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先叫一下，耶、yeah! ！